套东西。这个吗？这个二期，哎，这是可以回扣的。它里面是不锈钢。我可以拿一下吗？不行，谢谢。可以拿给你看，因为它其实是隔热，外面这个是隔热，然后里面那个是三零四不锈钢，可以拿起来。对，所以这种不用拿，这不行。